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说起杨幂，想必大家对她是非常熟悉了。如今的她可以说是真正的话题女王，不管什么事情，只要杨幂沾边，就会成为大家所讨论的热门话题。杨幂如今在事业上可以说是蒸蒸日上，各种电影综艺两不误，而她在感情上却比较坎坷了。本以为她和刘恺威会白头到老，但最终还是分手了，这让大家都感到非常遗憾。而最近关于杨幂的绯闻可以说是铺天盖地，当中就有各路小鲜肉都和杨幂有着各种关系，就前段时间还和魏大勋扯上关系了，因此不少网友都认为他们已经在一起了，但却不以为然。有网友偶遇杨幂，并发现杨幂膝盖红肿，引发不少热议，并猜想难道杨幂的恋情终于曝光了吗？但从魏大勋微博澄清的话来看，男主并不是他，因此不少网友也是感到诧异，竟然不是魏大勋。那么看完视频，你认为杨幂下任将会是谁呢？欢迎留言。